Hello，亲爱的孩子们，转眼间我们已经相处了2年的时间，在这2年里，我们也一同经历了许多喜怒哀乐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不能在学校快乐地玩在一起，但在线上学习的这段期间，看到大家认真努力的模样，也让老师非常感动。过完暑假之后，大家就要升上5年级了。身为高年级的哥哥姐姐，请记得光彦老师平常教导的一切。也许你会慢慢有自己的主见，但能试着聆听别人的想法，学会跟别人沟通，都对你的人际关系有所帮助哦。最后，老师希望你们有空可以回来教室看看老师，跟老师聊聊天。祝你们平安健康，暑假快乐。